晚点来的了哟。最近街道下了几天雨，我也看那个班子发钱没有。耶，这个来有两个来，这两个来吃的了。晚上的菜又做落的了，这些我们等到第二天来再来搬。我们正在刀都搞完的，捡根柱子来好好了。这几个来的，耶，哎，这个比比来长的有点。一批了，小的给它留到。哎，耶，这个你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良啊。哎，哎呀，看我们今天的生活还可以吧？还有小的，我们改天留来。好，我们剥了半天，终于把它剥完了，又干到桌头。我们端起一把抽个水，来倒点锅来，那来点盐。好，我们煮来停到锅头没有爆了，就可以捞了哈，可以捞起来过个凉水改刀。挑几根起来，今儿晚上炒来吃，炒点腊肉。把剩的等它待会儿改刀来，全部放冰箱里面，就好冷。切好的腊肉跟它弄下去爆点油，给它来点姜蒜、海椒、花椒。这鸡精可以起锅了。来哟，陈妈，你来得了。来婆，正好蒸着我蒸的那个笋子，看好吃不？我炒点腊肉在里头。来吃这块了，这块是山下的。嗯。来一点。我才不得了。好香啊。嗯。好吃。来婆。吃哦，甚至又嫩又脆。而还剩了很多没炒完，我把起来弄来搁在冰箱头，放在街头吃的随时都可以拿起出来吃新鲜甚至。OK， 先搞过去。我们就看到还有很多小的没长大。现在你六级班，你吃一块不？嗯，这块可以。